아직. 아직. 本殿下练的瞌睡虫还没失手过。你是真厉害，阿娇。月老说了，要用这个葫芦收集阿静的梦境，这样才能从她梦境隐藏的情感余温里面找到情思。 阿银，还是你厉害，生铺啊！这古镜还真是自恋。这葫芦，这怎么了？方才我已感应到梦主人的情思还未曾被毁，只是在通常情况下，我这样的阵法。 能将被抽取的情思直接召回呀！那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？若是我没猜错，他的情思被什么强大的力量给封印了。我们需要将这根情思赶快找回，一定要快。若是迟了，他对旁人产生了新的情思，那这根情思就再也种不回去喽。我们要去哪里找？三界这么大，我们也不知道该从哪里找。嗯。 这我虽然不知，但九州八荒之中能取人情思的法器倒也不多，其中当属大泽山的妄念敌最为灵验。大泽山，月老，你确定是大泽山？嗯。神隐，随选随看，请至MOD影剧馆 Plus 观赏。